对于现在大多数人而言呢，没什么是比发财更好的事情了。但这样的好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遇到，毕竟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什么事情，还要看自身的运势情况。这三大生肖呢，在明天之后会因为运势很不错，财运极佳，所以能够遇到好事，而且还是发大财的好事。第一呢是生肖鼠，生肖鼠呢其实是一个很容易错失良机的属相，毕竟大多数生肖属鼠的人呢都会非常小心谨慎，所以即使有好财运，生肖鼠也不一定能够抓住机会。所以呢，在明天之后，生肖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，到时候呢命理之中会有子水五行相生之势，让生肖鼠的人呢财运提升，抓住机会，自当是好事多多，钱财多多。第二呢是生肖猴，生肖猴虽然不是一个命中有财的属相，但因为生肖猴聪明伶俐，也很善于敛财，所以即使之前呢生肖猴过得不是很富裕，但至少也不算很穷。而在明天后呢，生肖猴因为命理之中有财星天财入命，催旺了生肖猴的财运，让生肖猴呢财源滚滚，富贵延绵。第三呢是生肖猪，生肖猪呢命理之中是福运延绵，本就是一个福气的属相，可就是因为生肖猪大都比较敦厚老实，所以如果没有足够好的运势，生肖猪可能会在生活中吃一些苦。明天之后呢，生肖猪得亥水催财旺运之势呢，让生肖猪财运如虹，若能抓住机会，自当钱财滚滚来，富贵享不尽。好了，本期是。